哦，姐妹们，现在已经7:50了，教练让我们9点到，所以我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化妆，得赶紧化妆吃饭。最近换季，脸上长了好多包，我得遮一下，涂点这个。当然防晒不能忘，而且我是那种易晒黑体质，不知道遗传谁的。今天我朋友他不去练车了，所以我是一个人。我那个唇部精华不知道去哪儿了，算了，找不到。今天还是用气垫简单省事一点，再稍微提亮一下。看看对比，今天用一下这个 NARS 粉饼，老网红了。哇，好轻薄，哑光油光，而且这边是薄薄的一层。它这个确实不太好用，我回头再换一个。这怎么打不开？先涂点口红，不然很没气色。不然好想画那种美拉的妆，还是算了吧，怕来不及。反正就画一个适合秋天的妆就行。好吧，你说了算。今天就用这一盘色，上次张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先用这个色打个底。用这个加深一下眼尾，这个不灵不灵。没找到刀锋刷，就用眉笔画个下肢和卧蚕。我睫毛夹没找到，就这样吧。最后一个修容。喝完奶茶就出门。我已经到了，但是教练好像还没到，门也是关着的。一大早就开始瞌睡了，刚教练从头到尾都教了一遍，学车第二天就分不清左右了。12:30感觉有点饿，就打算回车。这边只有开了5把，从头到尾都学完了，其他人都还在练。妈呀，这边还不好打车，风空如也，打不到车。叫了个滴滴，9分钟后到，就在这里等一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第1-2分钟后就要到的时候，就来好几辆出租车，也不早点来，也不晚点来，不让我看见，真的很气人。不过还是家里凉快，现在准备卸个妆去补觉，大家拜拜。